还没有人到达十 K 的数据，最高的是西路卡九点六，这边勾到雨中，雨中非常非常怕定他，但是这边雨翔鹰连上来，再加上战尼尔，甚至降临下来之后，这一波雨中重形态要硬换，最后是小花生拿到这个人头，这一波的 A O E 三个关上去之后，大地球狼没有关到人，库库也倒下了，残姐这边星星也被留住，要打满了吗？这时候很有机会 ，M S 再拿到一个人头，是小鹰拿到双杀。只有两个射手是不好发挥的，直接被黏住。哇，要一波结束了吗？没事，刚刚那一个风向打出来之后，收下这场比赛，把战局推到了决胜的第五回合。